当2023年悄悄画上句点，回望这一年，我们聚焦数字转型，开拓进取，夯实核心竞争力。我们精益产品项目，攻坚克难，实现高品质交付。我们践行走出去，请进来，深化交流，打造专业化品牌。我们关注人才发展，一枝促行，锻造千兵队伍。我们深耕不辍，再遇前行。鲲鹏展翅九万里，长空无涯任搏击，披荆斩棘，昂扬的是精神力量，击鼓催征，不变的是追梦步伐。
站在新年的起点，2024，让我们凯歌而行，乘势而上。